雕刻的位置跟实际预览的位置有偏差的时候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实际雕刻的框线的位置，上面是预览的位置。我们可以透过软体的在设置的地方，设置地方有一个正经设置，正经设置的地方这边可以控制预览的左右的红框校正，打勾之后，然后可以去调整它这个上下。我们按下，像这个要再调下来一点点，我们就按下，然后往下调到我们要的地方。这样子校正就会跟我们实际雕刻的位置会重叠，然后再往右移一点啊，偏了嘛，左边那个偏，我们再往左边移一点啊，调整到我们要的位置。OK， 再下来一点点，这样子 OK 有重叠。如果比较细腻的话，这个地方也可以去设定它，看一次要移动多少，可以 0.5 或者是 1mm，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调整它，你可以设置你要移动的大小，移动的那个间距的大小。